啊！红狼正被大克了，打的好像有点像是个四保一了。对面的话是一物理法系，看着有点像是大行。对面两风系，女妖村武装两风系，女妖村武装化身，女妖村武装化身。那对面是大行加魔王，摸着是。对面队长是个人族啊。这面大行三刀的时候，我3100，第二刀弄4300，第二刀弄4300。 我操！对面大唐吕拔木，我靠！我感觉有点虚啊，这队伍啊！我感觉关键方有点虚。首先正被大克了，正是被大克了。这把赢了就晋级线下8强了啊！这边甩灵芝术强，速度优势，这强速度优势，流云灵芝肯定都是补满的，肯定都是 OK 的，这是。 你有速度优势，肯定我也有速度优势了。输了淘汰了，输了全国16强淘汰了，输了成绩就固定了。对面的话，蛇加胖子双杀招出来，宝宝的话，对面锤5号包绿起，然后对面开了个云阵，把这边一手鸟阵大克了。这边宝宝避雷锤的伤害也很高吧，这是。 3回合，两边大堂建议一模一样，好吧，都是叠建议的，这是对面一层，观众方一层，都是叠建议的。这观众方貌似好像有个地方，不知道这个T7是不是地方，这 T7没动过，不好说啊。这T7，如果 T7是个地方的话，看观众方有没有想办法能把他们点死一个，能点死一个就好多了。 补野兽，好吧，继续挥击，继续横扫的这个叠建议了。这边横扫切蛇叠建议，这反正就是一顿叠建议了。少蛇的话，对面蛇残了。啊，这是个无动，哎，我操！我把帮战的话拉出去，好吧。拉出去，我混个帮战啊。对面蛇死了吗？蛇神了，我操！蛇神了。 蛇绿了啊！对面双幻魔，对面的大唐是被妖风封中，这是个无动啊，这是个无动。他们是带咒术普陀，好吧，打无动用紧箍咒勒的，这是用紧箍咒把人扫死勒死，这个打法。而且对面的话还有风系一术，直接封观众方女妖村准封，观众们有点蒙圈了。 没有面上能力，而且对面的话还是风系一术，然后对面是风系一术，蒙圈中。和尚对面活血活蛇1500，蛇拱过来这边有罗汉还好，然后对面女妖村有医术，知道吧？这 PK 对面女妖村医术，对面女妖村速度搞得挺快的，属性比较针对，说实话，对面大唐扫好吧，把观众们3号包扫掉。 法系对面秦三的叠的观众们4号包4号包的话有罗汉尼诺，还行。哎，宝宝还好没跟上，但是跟到5号包5号包也飞了。建议两边都是2层，输了就是16强了啊。赢了就晋级线下的好像，好像可以去线下的，不过线下的话可能会改，我觉得。以现在的情况不能出门的情况来说，这线下有点虚无缥缈。 出去可能回不来了，或者回来压根就出不去啊，有可能会这样。这边走秀了他的校把，对面的医术笑掉，这边大唐没宠了。猴哥，我晋级了没？我进个锤子进，我这被人干死了。对面的宝贝也是给蛇顶好，完了，我感觉这边。 情况大不妙啊！这是情况非常大不妙，这PK已经跟操作指挥已经没有太大关系了，这是个排兵布阵的问题，真的。
觉得以现在打法来说，对面用脚操作都能赢的。这排兵布阵把关他妈克死了，这是。首先这关东方的话没有医术，对面拿着医术，对面阵还大克，阵容也克关东方，最主要是你是两封，我也是两封啊，他阵容也克这边。六回合，你赌关东方报应，就是因为关东方名字叫风狼。你没有考虑实际的情况啊，这是，你看现在的情况啊，我觉得这边已经没了，这边真觉得这边已经没了。对面飘这么飘，飘中了关东方大行，关东方也是反封这边大行不让横扫，这边勒一手紧箍咒给他们的法器先勒上，然后这边走手惊奇，惊奇惊一手，对面的武装点着大行一顿套的，水清水开也不行，金青金开也不行啊，金青金开不抗风啊，因为武力动的金青不抗风的。对面和尚的话保蛇了，把蛇保住，对面这边大浪扫不出去啊，对面大浪虽然也被封啊，但是关东方亏啊，因为对面多幻魔多打两下，是不是啊？对面多幻魔多打两下，对面吕拔木还秒了一手，宝宝避了锤五号种三千一，再摸五号种死了，所以说关东方亏了，关东方巨亏。这关东方唯一一点小小小的地方就是紧箍咒把他们勒了一手而已，紧箍咒勒了一手。六回合，这他妈裂开了，你要看实际情况的呀，你光说哎，这关东方打皮克是很厉害，但是阵被大克，阵容被克，属性也被捏死了，你觉得这还能赢呢？这是七回合，这太难了，这皮克打的，这关东方现在问题真的太难了。现在关东方的话有手那个就是用持戒的那个惊魂掌，好吧，可以横扫啊，对面不会贴，用紧箍咒勒死对面，不知道有没有机会。七回合输了就是淘汰了，这皮克是很重要的场，输了这淘汰。对面的话这封关东方准封，把关东普陀封上，关东方旅游生的话封在那武装水封，这边关东方借罗汉破甲术，这边扔起来给这边医术扔，对面的医术应该是很脆的。这边龙龟开大行，对面的话也是，对面没人开大行吗？孩子开大行，对面没人开大行吗？这边大浪很少扫出去了，对面的三号宝宝三刀剁，三刀飞了，刷了个剑意。对面的四号宝蛇卵开，开了加个魔镜，很少切，三千七。两千二金甲，第三刀剁绿了，好在是绿手，哎，不是绿手的问题了，这是。宝宝对面锤关的吗？三号宝好像是鬼魂的，被驱飞了，这应该是。打得好狠呐，打这么多了，好像有点像是高区打鬼魂了。你打三千多了，这是打得有点多。这皮克拿头来赢了，这是。两边建议一模一样的，对面三层，这边也是一样，三层，三层对三层。这边有一手紧箍咒配合武动直接上惊魂掌，然后上了惊魂掌大量很少不让贴的一手压制，一手压制点杀，这边鸣煞孤灯给他们医术挂了，然后再反向的时候笑把他们旅游生笑掉，和尚这边活去活大喊把大量活一手，这边甩灵之术给这边普陀甩灵之术，蛇拱龙龟两千一，胖子怼手一千六，这边女麻木苗两千四，这血量还挺多的，这宝宝血量，这宝宝是个力皮，九回合，两边大行都没宝宝啊，你可以横扫，我也可以横扫，都能扫一波。这边普通秒了下对面的旅游生，对面旅游生喝酒了，
梦了下五行啊，这是问一下五行，五行对不对？对面的武装套大唐没中，对面反甩了个破甲术，破甲术扔一手，对面大唐速度有点慢的啊，非常慢。对面大唐扫耳包1300金甲挡住，第二刀3000，第三刀剁2000金甲挡住。对面宝宝青蛇清不掉啊，这两条蛇一直都在。对面大唐这波拉宝宝的，对面女儿村的话喝了酒要明显走金青的，看不清对面女儿村血条啊，应该还很多，血条应该还很多，就秒了一下，大唐没扫他。死回合，两大唐为什么不互扫是吧？观众帮大唐扫对面大唐送愤怒，扫不死不说，而且绝对是送愤怒。对面大唐应该超级赖的，对面大唐变得幽灵卡片，速度也很慢。女儿村对面还是把金青放掉了，金青放掉的话把紧箍咒什么都解一解，这边紧箍咒重新勒上，武装对面套子套普陀准风，把普陀套进去，对面全场医术有点麻烦，然后上对面给大唐拉了个金刚，对面大唐继续烧耳包了应该，然后对面双幻魔太烦了，这双幻魔一直都在，而且这双幻魔应该飞不掉的，这双幻魔对面大唐只要很少切1900 4700，第三刀弄宝宝弄死，两面连破都没出好吧，这也算是比较公平的。对面宝宝耗5700耗死，怎么见鬼了，宝宝飞的差不多了，宝宝飞的很多了，对面宝宝齐全，只要活血活那个二号宝宝，对面二号宝也是满血死不掉，都是二号宝大唐扫的是没扫掉，情况不太妙啊，貌似要喜提八强的感觉。是喜提16强啊。这是16强，赢的是8强，对，赢的是8强，输了是16强。女儿身飘身飘没飘死，对面的话是宝宝也绿一个。武装对面套子套大唐准分，把大唐套中。对面的话补了援军给武装补了，让对面武装快过普陀啊，让他那个紧箍咒勒不出来。蛇拱大行2600，胖子拱大行1600，大行这波出了个宝宝，魔晶给宝宝加了，对面女王宝在分魔炼秒一手，哇操，孩子被秒了7000，女儿村被秒，秒残的，这女儿村都，对面的宝宝伤害普遍有点高啊，怼孩子怼的有点多，12回合，对面大行这一波扫出来就，两边大行都是4层了，这波扫完都是5层。层数一样的，这边宝宝死了很多了，这边对面的宝宝基本上没飞过，对面蛇都没飞掉。12回合，你不能因为相信他是谁，然后你觉得他稳定能赢呐、啊？这是全民 PK 啊！他妈对面的阵容，从阵容，从加点，从阵法，全面克制观众方，你还觉得观众方能赢？这我是一点看不出来是怎么能赢的，这是，这根本没法赢了，这是，这 PK 观众方拿出120的这个精神出来，对面只需要拿出一半的水平出来就够了，就可以说对面用脚操作就够了，用脚操作可能都对面都能拿下，这 PK 全面克制了，这是，你功夫再高也怕菜刀啊，这是，这风狼这边明显是被针对的，全面被针对，对面提壶提大唐宝，大唐很少的5层剑意要刷出来，这边大唐扫对面三号宠2300 2200，第三刀弄不死了，感觉确实弄不死，来对面大唐反扫一手，加个魔镜很少的爆宝宝3800 4800 3800 4800 4600，这个魔镜加的伤很高，两边5层剑意，对面女帮帮再秒孩子，怎么说孩子还好绿了，孩子绿了，对面的幻魔一直拱，观众们压力死太大了，好吧，哇塞，这边大唐很少加宝宝壁垒，跟对面的三号包都没飞，这孩子还好绿了，这孩子不绿的话宝宝又少一只，对面女儿村医术继续封普陀准封，把普陀控上，这边上塔巴哈利一力走下的通道，不让那边走金青，
因为这边紧箍咒在和尚还是有点小威胁的，就是和尚这边的话宁愿推了龙龟大死亡砸对面女妖僧中了个大死亡，但是要扫也是下一波很扫的问题啊，这一波肯定很扫不了了，这一波大的踩轮子了，对面女妖僧残血啊，对面女妖僧中大死亡应该上盾了，这扫估计也扫不死，说实在话你起个盾的话怎么能死啊，这边直接砸钱，公屏不要发图，不是禁止游客发图了吗，祭祀文发的图不要乱发图，再发图马加八了啊，别发图，十四回合对面女妖村中了个大死亡，有点虚啊，这上个盾，而关子方这边拉了个金刚，和尚的话对面活去活把女妖村活好，不让对面女妖村出意外了，这边大唐的话很少切了包3900、3800弄死，对面大唐反扫一波啊，对面大唐惊情的一波，大唐给了个惊情，李拉莫对面粉魔链秒起，秒的关子方4号包继续飞走，我说实在关子方的4号包5号包都已经死了很多了，你功夫再高也怕菜刀你知道吧，你是全面被克制了，完全性全面被克制了，功夫再高也怕菜刀啊，15回合我觉得关子方已经赢不了了啊，没有任何可能性能赢了，已经可以说是个19开了，这关子方一对面9层，好吧19开，咱不说完全赢不了，好吧19开，因为对面的所有的属性啊阵法呀、啊、什么的把关子方全部摸得透彻透彻的，这是也可以说是关子方石头剪刀布出了个石头啊，结果对面出了个布，把关子方算死了已经，啊关子方算对面没算着，关子方算对面的话确实没算到对面一个打法，被对面反算了，这就是一个算的问题。对面给宝宝拉金刚，这宝宝伤害拉的也是贼高，然后对面大唐这波扫过来，我操，关这么大唐都要挂了都，对面大唐这波干了嘛，对面大唐扫的水，主要是对面大唐这波扫的队长1700金甲1000，应该是打宝宝的，宝宝没了啊，哎呦我操，连破了一手，这关这么大唐血量已经到脖子眼了都，李拔木对面一手秒别秒了大唐，秒了大唐，大唐死了还行吧，没秒了大唐，秒了宝宝，对面宝宝跟宝宝，宝宝跟走，你看场上关这么已经没有任何能力去清盾的幻魔了，已经都没有任何能力去清幻魔了，这双方三刀的这个打法，说实在的这个队伍怕什么，怕冲刺流啊，怕一波冲刺，就对面的队伍是怕冲刺了，怕三攻，这现在这个打法在武神坛上也其实很常用啊，包括我也打了很多场，就大唐三刀弹射两封系带个女拉木，知道吧，我们也有这个阵容，我们也打了很多次了，我们群雄逐鹿第一场就是用这个阵容，结果他妈那边不讲武德，他妈拿了个三攻冲我们大唐他妈三刀的弹射后期，吕拔木更加没有面伤，更加开场没有面伤能力啊，他们三攻把我们冲了，所以说对面那个阵容是怕三攻的啊，我们第一场群雄就是用了对面那个阵容，可惜被他妈人家三攻冲掉了，所以说对面是怕三攻的，但是对面客观他妈这种阵容比较好克了，相当好克制了，带个吕拔木打三刀弹射，等到11层剑意关他妈是必死无疑了，因为对面多两个幻魔能弹射，这边大唐没宠，说实话也只能出好包的感觉，打兄弟能不能赢，我昨天打兄弟好像赢了吧，去剑会吧，昨天剑会好像赢了，剑会都赢，我们都快挂了都啊，但是翻盘了，最后两边大唐互相扫一波，对面大唐上马连破的，对面大唐扫谁的，对面大唐没当位扫的，对面扫我还是扫大唐，对面扫大唐的吧，这是对面大唐加了个魔镜扫大唐了，2300、2900，第三刀没人踢，5500真弄死，两边大唐6层剑意，好像都是6层剑意啊，7层了，两边大唐都是7层剑意，这时候可以说好吧，这只能喜提16强了，17回合，对面和尚直接活去活宝宝就 OK 了，对面女妖僧飘中关他妈两个，
打怪那么流程普都全部飘中，这边武装补的是生命之拳，大行的话这边拉起来有可能出宝宝了，没宝宝这也不太好整了。这大行拉了个孩子确实没法整了，只能拉个宝宝。这边分波链秒秒大行了吗？秒大行，大行歪地上歪着了，好吧，歪地上歪着了，没办法。这边大行七成少完八成了，阵法大克了，这个一手阵法大克，阵法大克怎么搞的？阵法大克，十八回合，功夫再高也怕菜刀，兄弟啊！通常十五连胜。十五连胜也没办法，这一场关键局输了嘛，这是淘汰赛的意义，输了就淘汰嘛，这就是十六进八的淘汰赛，你输了就淘汰了，赢了就进八强了，输了就淘汰很正常。云阵大克了阵了，对面云阵了，大克关他方了阵，这关他方一顿用灯好吧，孤起啊，给这边上灯，斧头这边也是上盾了，对面套子套和尚准风，和尚被套中，然后吃个蓝想活血活啊，活不到啊，对面鹈鹕大行机遇很少的，对面要叠地八成建议了，刘生的孩子楚楚可怜挂上，对面烧宝宝了吧，对面魔镜加上烧宝宝烧龙龟，龙龟防的1800-2500，这个龙龟没有罗，这龙龟被秒死了应该还是死了，哎没秒到龙龟，对面避了几波锤二号包绿了，这边宝宝拉的金刚伤害真的高啊，这宝宝没死的话真是拉起大行，大行这边的话没办法上个纸人，这一波还需要解封和尚才能活血，解封和尚才能活血啊，对面双幻魔的压力太大了，对面女拔魔秒的伤害非常高，对面女拔魔是正大克最高伤害的位置，20%加个正大克的位置，你想想这伤害多高的女拔魔，19回合19回合，刘二生飘中飘，把对面的武装飘中，对面的武装干嘛了？没看到对面的武装动啊！啊，对面的旅游村，没有看到对面旅游村干嘛了？对面旅游村飘中飘了没？没看到动啊！这边和尚的话，宁愿推了手2700，宝宝的话给龙龟顶顶血，这龙龟都开始各种防御了啊！大行平砍了刀2800，把这边的二号包弄死，平砍了一刀没办法，这边大行建议好像领先了一层，这边八层关他妈七层，对了，七层对八层，这边避了几波怼这宝宝7000，什么玩意这么狠，完了避了几波怼死了，这宝宝神过一次了，好吧，第二下没神，场上打的关他妈已经没有任何的输出宝宝了，都啊全是打的龙龟跟孩子了，输出不了的，对面再扫过来90%了，观众们扫过去的话80%，一会很少就有点要命了，这一会很少，其实观众们这个阵容真的就怕对面医术，而且观众们自己还不敢全敏，你知道吧，万一对面是一个湿婆加神木林飞机冲的，这个阵容也很难打的，这女高生肯定也不是全敏，也不敢全敏的，这是这一波对面飘中飘，观众们轻轻解掉啊，女高生女妖生变的是一个车卡进行解掉，无力中封了手，对面大行没封中，对面大行这波扫过来90%，武装对面还清风望月了，封中也白搭，封中这解掉，这边大行的话让和尚活一手，大行扫出去也80%了，关键大行扫对面一号包2800，3000第三刀怼，第三刀怼怼绿了，对面大行怼过来90%，来了魔镜加上龙龟防的，拿两个孩子贴啊防，对面他妈出了个连破，下巴很少10%了，这不得了了，一
哎呦我操，绿了这龙龟，这龙龟暗防御了好吧，怼八百还行，但是对面这把扫过来就十层了，现在九层嘛，这把再扫十层了，对面才八层，对面领先了，领先了一回合，而且领先一层，方丈开始挂机挂着我挂机三木头得了，管他，出事了，风狼要机了。 对面刘耀生飘中飘，把这飘中，关着方的话甩甩无痕，否则关着方用固定技能瞄的时候，对面的刘耀生呢，把他五行试出来了，对面的衣服是木的，衣服是木啊，金克木，木克了一手。对面大唐这把扫谁的看看？对面大唐这把扫孩子的，孩子一箱房的，一箱一千四。 对面他妈，哎呦啊，不得了了！对面再扫十一层的毕业了要，我天哪，这是再扫毕业了，观众的宝宝开始各种绿起来了。但是现在绿也是被动挨打的，这是全是被动挨打。对面再扫十一层的，这面还八层，我的天哪！这边八层，两边再扫一波，观众方九层，对面十一层了，我的个乖乖！十二回合。 对面双幻魔给观众方的压力实在太大了，吃了很多药，吃了很多宝宝。22回合，22回合，22回合，观众方只能靠一手紧箍咒把他们勒死，好不啦？就只能靠这个把他们勒死而已。但是好像够呛啊，这是。 大双这一回合了，这连死其实没什么卵用，连死的话只能说紧箍咒把他们勒死啊，让对面起不来。对面的刘耀川上了一个后院闪，怕被勒了啊！刘耀川关着帽子，方正在武装准风，准风了没？没准风。而这边无动的话盖罗汉，无动盖了个三回合罗汉，否则用固定技能秒对面刘耀川三千三，对面如果活血活不上，还真有可能把他干死了。对面无动套大还没中。 这边和尚的话活血活宝宝6600，哎，活血真没活上，对面好像死了呀，对面，大唐这波扫宝宝的，啊没有弄刘川，2300，3600弄死，对面的大唐扫了水，看对面大唐扫了水啊，对面大唐扫过来11层了，扫的二号童子金甲1800，掉到4200，第三刀剁金甲2400，哇操，连续4项连破。 这他妈喊救命的！我发现对面女麻木跟这个大唐总是一人打一个啊，这是，他们就没有统一过战线啊。不过还有个宝宝还是跟了，大唐自己跟着自己的宝宝。完了，对面很少过来带弹射了，对面很少因带弹射了11层了啊。这现在对面很少带弹射，而且两个幻魔打过来，这些压的就很凶了。对面搞不好这波只扫大唐了已经，因为大唐踩轮子了，对面这把大唐弄死，刘耀春对面的话则禁掉，好像是欲擒欲掉的。 这边封武装没中，对面的武装一个搓宝宝的，这关着封一手和尚普通秒对面的刘耀春，刘耀春没死。对面大唐很少带寒是怎么不扫大唐啊？对面嗅到了吧？嗅到不扫大唐，这大唐没法贴，我操！对面连破，对面在放水吗？这是？ 这么好机会把大唐扫死，为什么对面不扫大唐啊？他不知道自己已经11层建议了吗？你玩啥了这是？你不知道自己已经11层建议了？真的是用脚操作的。你扫大唐嘛，把大唐扫死啊！这铁定把大唐扫死啊！我的个乖乖嘞，逗了这是。对面刘耀春的话，自己给自己一个大金，怕被秒死了。因为对面的和尚是被封的啊，这边水晶诀水水斧头，把紧箍咒给上去。妖风一手挂大唐，对面大唐上把的大唐扫死不什么事都没有了吗？继续秒，对面的话是残了已经。
这边刘耀川肯定是残了啊！大唐少孩子，这边孩子1000、1300，对面大唐不少人的吗？十一神剑一不少人，对面大唐先立战士宝典。 斗了，这是对面扫大行，大行死了呀！切西瓜，说实话，对面我觉得对面其实就是运气好而已。真的，对面真的是运气好而已。这个时候还不知道怎么打了，这是扫大行把大行弄死，铁定扫大行啊！ 大唐防也不能防，什么都不能弄的，这不扫大唐，反手把大唐再弄死。刘耀顺这边封包子，没中。 无底洞走下路上的笑和尚，对面和尚要活血活吕游春。紧箍咒勒上，应该是勒的吕游春，应该是勒的对面吕游春啊。对，勒的吕游春，吕游春他是有啊，确定有啊。这边和尚宁愿推手，对面扫大行啊，这时候还不扫大行想杀了，又不能贴。对面和尚开始拉了金刚，金刚真压令起，你别把我急死了，我操，这不扫大行。 魔镜加上，对的嘛，这不扫大行，你妈放水吗？这是3000、4000，这不扫大行，他妈扫的多赚了，这是，铁定是扫大行，对面继续连破，我的妈哟，这运气是没水了，这运气，你看一波下来，关他妈成啥样了都，你不扫大行，这关他妈下波，你告诉我怎么回血？ 根本不是廉颇的问题啊，是关正方说实在话，是关正方这个阵容打法阵法全部被对面克制了，阵容阵法打法全部全面被克制，说了对面用脚操作都能赢的，你对面明显还失误了一次，但是对面能赢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这个阵容阵法全部全面被克了，你没有任何的办法。对面打得好吗？对面打得也不是特别好。 说实在话，对面打的，只是对面运气比较好，把关他妈全克了啊！关他妈现在勉强站起来接个罗汉，对面这时候扫锤，关他妈的扛不住了，说实话，弹的很，弹的很的差不多了，很少就够了。对面，活血活大行，保大行很少的，关他妈十一神还没出来，关他妈死神剑一，这把扫完十一神，对面大行扫锤的看看。 随便扫谁都可以啊！扫关他妈吕游春，扫关他妈这个无底洞都可以，因为无底洞和吕游春变得高命卡片，扫上那个高命卡片防御肯定不高的。扫了吕游春2300，2500，第三刀躲闪，金甲1800还好，给了个金甲。吕麻木对面粉末裂秒，吕游春快挂了都。1300、1700，还好吧？一丝血挂着，还好最后一下金甲救命了，最后不是金甲的话，这吕游春都挂了。 这还用头来打呀？这是，真是用头来打了，是不？全是排兵布阵的问题了啊，跟打法真没什么关系。这边打的已经翻番好了，但是你打的打法再牛逼，你的前期工作全部被人克制了，你所有前期的东西都被人克制了，你怎么弄嘛？全面被克制都，对面这套和尚加不上血的话，对面吕麻木如果秒的话死了，这吕游春有一次对面。 不知道敢不敢秒啊？秒的话真秒死了，看对面的吕麻木知不知道仪式。可能他自己都没注意看啊，这仪式。对面大人还在上塔，对面吕麻木是秒的吗？秒的话，吕游春挂了。咱看看对面吕麻木仪式的状态，照的怨灵。你看这种货色还能进8强？哎，贱的鬼了，这是。 像咱这么他妈看得这么清晰的人，他妈淘汰了。
真气不过，打的这熊样进八强了，啊！仪式也不知道了，这仪式你秒这流程不就没了吗？仪式也不知道。对面，你说这气不气人吧？真是。好吧，恭喜对面进入八强啊！恭喜切西瓜进入八强，这没得整了，全面被克制，没得整的。对面用脚操作确实都能赢的。对面女妖在放女妖，女妖金青的吗？没够，不够金青上盾的。这边无动也上盾了，全面上盾了。铁风和尚，和尚火旅游村。对面武装炮大行，水风大浪扫出去也是一层。对面和尚火旅游村活一万一，对面扫锤了这一波。对面崩光扫锤，这不都是一堆盾，全是纸，反正扫防御最低的单位啊，弹是弹最多的伤害，这就是对的。加个魔镜，扫这个的话赚翻了，扫了大行，金甲一枪死，扫大行大浪死，扫大行其实也是好事啊，把大行压住。确实，大浪虽然骑了一下金甲，但是大行被压制了，出不了手。比拉姆对面这波很多烈焰秒了，这女妖村这波死不了。下把没罗汉了，下把没罗，对面双幻魔怼过来了，好不好？好了，恭喜风狼喜提16强，恭喜对面切西瓜进入八强，就这样了，确定就这样了，没办法的，已经这观众方阵容一切出来，我就说必输的一个阵容了，都是对面用脚操作的够，排兵布阵，对面把观众方全克死了，开场之前算的太多了，这是把对面全部算死了，这是。活到最后不一定，还不一定呢，他妈大局已定了，现在还不一定。那对那么那个地府孩子也是不起个鬼眼的啊，起个鬼眼的话，扫这孩子其实蛮赚的，把他隐身孩子给他扫，就是非常非常赚的。大金药吃不过来了，也不可能吃得过来。大堂上盾，没有地形啊，这皮克没有地形，是吧？对面孩子骑个鬼眼，把这个扫掉，把这个孩子隐身孩子扫掉，相当相当赚。对面下不要封和尚的，对面下不要封和尚，封和尚的话不让大部拉下来获取活尚啊，不让大部拉下来获取活尚。急了，基本上来讲急了，好吧。恭喜切西瓜战队进入八强。哎呦，难喽，难受喽。难受了，难受了。这边水星和尚保和尚拉起来获取活尚了，水星水和尚拉起来一手获取，这边大堂看这把扫锤了，加个鬼眼真的扫孩子很赚啊，加鬼眼扫孩子是非常赚，把孩子扫掉，扫大雾其实也可以，这个大雾是蛮血，这边提壶大堂保大堂很少，加鬼眼了没，孩子加个眼，孩子在扫了，但是孩子好像很硬了，死不掉这孩子，十一层了，观众方也十一层了。起鬼眼扫隐身，扫隐身宝宝了应该，因为扫隐身宝很赚的啊。我操，两刀 boss 了，欠了一刀。不过弹的也很烦的，弹死个孩子。雨拔摸对面焚魔烈焰继续秒，血量已经基本上撑不住了。对面宝宝的没怎么飞了，时间问题而已。观众方宝宝的飞的差不多了，已经顶不住了。这皮克最主要对面是风系医术，你拿他没办法，知道吧？他风系医术，对面猜到观众方上这个阵容了，说这边旅游村拿医术，观众方没有面上阵容，对面旅游村很脆皮，但是你有物理去打他吗？是不是？观众方有没有物理去打对面？有没有飞机去飞对面旅游村？对面旅游村一个飞机可能要飞8000-7000，但是没有飞机飞他呀。那现在的梦幻西游的很多属性点加成，真的我觉得太重要了，属性点加成。
这就属性点加成的一个优势。那边属性点太克制，观众方的话不敢耶稣，怕这边有飞机啊，还变了这个车卡，是不是？对面的话是不怕了，对面就算是你用这个阵容了，就克你这套阵容。32回合，观众们大浪虽然也十一声建议了啊，但是观众们大浪扫对面大浪，对面大浪估计还能反扫过来，感觉是这样子啊，还能反扫过来的。基本上没得整，这 PK 确定没得整。云头位加40%的防御，而且对面变得幽灵卡片，你想想吧。这边走水星，水和尚、宝和尚、活血活大行了。那观众方的话，紧箍咒也勒不出去啊。真给对面旅游生再挂一手，给对面捡了个气血上限。对面的话已经捡了很多气血上限了，武装对面套子炮和尚，和尚被水星过抗风。和尚的话走了波金琴，看对面大浪扫锤，对面大浪扫锤。对面甩部分给观众方大行，观众方大行已经十一声建议了啊，扫出去不能背贴，而且带寒射了，结果舔无魂了，对面大浪扫锤了。对面大浪烧旅游村，旅游村死了。烧宝宝的话能弹很多，对面大行换了个孩子，要把伤害加到最大化。对面女伐木一手秒加宝宝避雷鸡巴锤，旅游村宝宝又飞，而且旅游村无动悬的残了都。我想知道对面旅游村多少血量，对面旅游村，对面旅游村已经是，我操，对面旅游村的话已经是吃了很多伤害了。这旅游村还是个满血的，搞毛线的，这是上火的操作啊，上火的操作。这旅游村上限应该不多了啊，可能也就只有10000点血，但这旅游村是个满血的，拿他没辙，是吧？好了，反而观众方的话全残了，这上波的操作啊，水星给金星的啊。我们还是看回来啊，对面旅游村居然还是个满血状态的，但是血量上限肯定是不多的。上马的话是挺无魂的啊，没办法，对面大行是换了一个孩子，对面觉得伤害不够高啊，要把伤害拉到最大化，不想浪费每一次横扫。啊，这个伤宝飞了，看这一波下一波大行怎么说。观众反正人的血量是很长很长的，而对面的话是血量很健康很健康的。对面旅游村一术飘中飘飘，观众方旅游村无动，把旅游村飘中，观众方旅游村上了个盾，把盾上一手，活泼令封对面的大行封中，把对面大行控起，活泼令封中。对面的武装的话控和尚没中，和尚的话这么活血活无动，把无动活了8500，感觉大行应该对面大行扫大行的，应该是感觉应该对面大行扫观众大行了，水星水手，好吧，扫大行的应该。这边大浪扫蛇，把蛇清掉，蛇也死不掉，我都说实话，三刀真扫不掉蛇，你光靠一个大浪真不够，起码得来个力皮跟一下。观众们场有个一号博，不知道是不是力皮能不能跟一下。看对面大浪扫过来不得了啊，大浪应该死了。2600，3400，第三刀4700，弹多少？好吧，我还是弹的差不多了。对面女拔魔粉末令也秒死。这一号包是力皮吗？如果一号包是个力皮砍下蛇，这蛇也死不了，这蛇血量还很多，还真是个力皮，这蛇血量还有很多。哎呀，死不了啊！避雷鸡巴锤孩子也飞了，一个力皮不够，差一只。对面首发蛇，你要知道这是首发蛇，好吧？首发蛇打到现在，首发蛇。这边的话，一手妖风控武装，把武装控住。对面的和尚应该是活蛇吧？蛇活满，毫无悬念。对面武装的话，这波走金青，金青放的是不是有点早？我这边的武装放的金青，你下波放金青不可以保大浪扫吗？这是。对面和尚活血活蛇，把蛇活满了，直接满血的蛇，你拿他怎么办法？这是，这观众孩子跑一个没跑掉，感觉这边可以放弃了，这是。整不了，真整不了。宝宝避了继续敲，一号包残，一号力比砍蛇，砍不死了，这是真砍不死。哦，
好吧，这边宝宝反被压死。不要说那个观众方大堂速度快，把他们当他扫死的话，扫上去100、200、300，对面反扫你过来，你死了，你小了个锤子，真是。你觉得风狼不会打 PK 吗？还是怎么地？啊，就你聪明是不是？为什么不扫云头位？你觉得可能扫了死吗？这是扫了扫不动，云头位加40%的防御，你能扫得动？100、200、300真不夸张，你让他扫试一试。最后一刀能过1000，最后一刀能过1000，我直播俯卧撑20个，好吧，就夸张一点点，最后一刀1000，我他妈俯卧撑20个，只要这大堂扫上去。但是肯定一点，你大堂扫过去，对面大堂100%能扫得回来，血量绝对不会降到1万以下，就这么靠谱，你知道吧？就这么凶，血量不可能1万以下。对面大堂扫孩子，我去，5400弹的太多了。哎呀，我这弹的三刀弹的太多了，这三刀弹的太多太多了。对面女八分在伏魔连秒死，这边大堂防了，这边不敢出手了，都是大堂按防御按的。对面大堂踩轮子应该能扫上1000，踩轮子毕竟减抗性了，这应该能扫上1000了，但是也不会去扫他的。要扫的话应该是绝对是对面的风息一说，观众们现在已经没任何办法了，好吧，如果要赢一定是把他旅游村弄死，一定是弄死的旅游村，给他挂紧箍咒把他弄死，一定是这样，要不然观众方是必输无疑的。观众方现在只有一条路，好吧，把这边旅游村给他紧箍咒勒死啊，让那边旅游村出不了手，让那边旅游村无限场地，只有这条路。对面旅游村一手下的笑，把这边旅游村笑掉，这边旅游村摇了个鬼气给孩子，这边的话把罗汉盖上，反正实话实说，有什么说什么，把咱们的见解全部说出来，你不能因为关灯方是谁你就觉得关灯方是稳赢的，是不是啊？你看樊振东那打球够厉害吧，你要说他稳拿这个世界冠军也没那么稳了，这国内这么多大神拿全国冠军的有点困难的，是不是啊？虽然是有点稳的，但是也不能说你稳拿呀，这是。对面没有起鬼眼，我瞄不到五号孩子，真是用脚操作的，所有的全 PK 很多时候就是算你的开阵啊，算你的这个一些，算你的一些打法，把你的打法算清楚，然后再克制你，针对你。观众方上的这套阵容是打对面打点杀的，或者甚至是打对面的一个212的打法的，没想到对面出这个阵容，好吧，这观众方确实是这个打法的，就是打对面赌对面是点杀，或者赌对面是212，结果没想到对面他妈是带了个大行，如果对面是花山的话观众方稍微好点，结果对面是个大行。37回合，对面旅游生飘中普陀，这边旅游生继续拉了个大雾，能继续给对面旅游村继续挂，对面旅游村血量估计只有几千血了，气血上就减了很多次了已经。对面武装套和尚的话有个颠倒五行抗住，这边的话给大堂活血活一手8500，这旅游村紧箍咒没挂出去啊，没有挂紧箍咒出去的话扫死对面也没有用的，对面大现在喝酒了，看对面大堂怎么扫谁，对面魔镜加上观众方大堂扫谁，对面大堂扫观众方一号包，这观众方大堂按防御了，宝宝应该全按的防御，把五号孩子弹走了，继续扫一号被弹死了，一号被扫掉弹继续弹了，对面无限防也不行了，这是啊，你无限按防真也不行，这无限观众方无限按防的话无限被打呀，这是就是无限被打，这大堂肯定是按防了，大堂没动了，对面大堂就是扫你的，各种被打的怎么办？38回合，观众方大堂剑斩，对面女妖村绝对能死了，因为对面的血线已经很低了。他的总血量已经很低了，但是你如果说把他弄死，他没有，他身上没有紧箍咒啊，你也不行啊，一定要他身上带紧箍咒啊，把他弄死才行啊。对面套和尚准风，这边的话再虚弥了，1400。1100，对面旅游村可能真的能死，极有可能能死，但是死的话对面只10个旅游村而已，
这边大剑斩吕游春了，吕游春死了，八千二，还没死我操，还没死！对面吕游春多少血啊？我的天呐，对面吕游春他妈全部血坐骑，血坐骑血零四，没有防御对面，对面应该这样子，对面是没有防御的，对面血量很多很多，捡了40血量了。这个无动的血灯好吧，孤灯拿了个那个灯全部给对面了好吧，但是没有用。 真是没有用！对面刘胜还没死，关键是要不要命吧？这是没死。 对面女妖生惊奇惊奇，这边妖风风妖风的没碰中，大唐又少出来了。这边关东方继续再续命再秒1600，1200，很疼。秒的说实在很疼，但是对面女妖生就是没死没倒，活血活一口，对面满上了10000，对面还有这么多血，你想想，减了47血上限了，对面还有11000多的血。 对面吕巴莫这波有疑似没？对面大唐扫过来，怕把这个怕这个弹死了。我操，3000普陀，完了完了，吴东被弹死了，差一下，吴东被弹死。第三下普陀也被扫死，普陀还是被封杀的，紧箍咒给不上。喊大唐弹2100，对面吕巴莫还好不能秒，秒过来大唐也死了，解决了应该结束了，应该是结束了，打不死对面吕游春。 打不死这个吕游春是根本原因，捡了44血上限了，还有这么多的血，对面吕游春怎么可能会让这边吕游春放放池塘呢？肯定笑掉了，板上第0笑掉了，这太要命了，这是结束了，真的结束了，不可能让这边池塘的，对面吕巴莫继续秒了，这边罗汉接不过来了，武装套和尚躲避了，大行的不套了，这是，对面吕游春满血的。 波烈焰，等等，这他妈还这还有慈航，这还能慈航？没管这大行，大行给你来一手，好吧，厉害啊！也是对面的武装，说实在的，这个大意了，这武装明显要套着大行的，你非得套着和尚干嘛呢？这是，是不是？你套和尚干嘛？你告诉我，你套和尚干嘛？你非得死了套和尚，搞不懂。 套大行不什么事都没了吗？我都极度怀疑这吕游春可能还够特技，这对面是真大意啊，这是。 真是用脚操作的，疯狂的顶蓝，这波一手封印把对面的和尚封了，这边的话再给对面的大行来个化院，这一个明显都已经结束了，但是。
对面武装就我死疯这个和尚的，我操！对面保水性好吧，让对面大唐很少，对面大唐看很少弹的锤子不？这边的话少对面李游春八百，你妈少李游春的少，别说少对面大唐，少李游春的少不动怎么少大唐啊？这是还是个输的局，关他们没有输出了好吧？根本没有输出，你靠这个伤害说实的，对面站直让你打10回合，对面都死不掉的。 这个伤害死的是太不够了，这波的话投上一个化怨啊，这个化怨的话是减了很多的一个伤害。吕拔木的伤害不减了，吕拔木秒过了多少？2900，4000起，对面大唐廉颇的关系。那宝宝打的都比大唐打的多，我去了，这和尚活血永远活不过来，这活多少手这是？说了这大唐少不动了，你还让他少对面大唐的？ 你少对面吕游春才700800的，这是7008001000。对面几个怨力就把关他们打死了都，没法子了，彻底没得救了。对面继续笑吕游春，吕游春上塔了。武装这边还要套这个和尚不？来吧，继续套，清风望月解了，把对面和尚解开了。这边和尚宁愿推了一手，对面大唐这波少锤了。 对面大唐这一波的话，头上还是有化怨的啊，伤害不高。对面大唐剑斩了，对面剑斩好像有啊，对面之前起战神宝典的，有2000的一面剑斩。对面少大唐的1800，这带着化怨也可把大唐少死。廉颇啊，熟练，哎，什么意思啊？对面怎么叫熟练呢？这是不是廉颇？你看到那个技能了没？使用了熟练。 这是为什么？给我们来铲毛线干将，这是下不全弹死。他居然已经很熟练了，这是熟练，几率多28%是吧？熟练，少死人或少死宝宝的时候，好像是这么情况啊。少死人或者少死宝宝的时候。 28的几率走廉颇，说了，对面主要是全面克制了关东方啊，所有的属性全面克制了这边。哎，炸锅了！恭喜风狼喜提16强，这边给孩子加笛子，什么孩子啊？小魔头，地府蚩尤孩子吗？这是。 妖方封一手，对面法器不让对面法器秒，这边给2个波波加笛子，这波什么波这是？蚩尤之波的孩子，波的谁呀？波的对面大唐，对面大唐先横扫的吧？对面大唐先横扫，这孩子死了呀？对面胖子锤是刘春的，少锤的对面，少化身金甲1000。 2500完了，完了，全瘫死，全瘫死了，全瘫死了，普陀也死了，还个吕吕拔木秒不了，还个怨灵秒，魔王孩子5100，5100，这居然是个魔王孩子，对面的孩子他是鬼魂的，这孩子的话是给了个渡劫啊，这魔王孩子，我去，魔王孩子，说到普陀被怨灵摸死了，完灭。 秒不死对面没有用啊，头上没有紧箍咒根本勒不死对面，好吧？恭喜对面切西瓜进入，恭喜对面切西瓜进入了这个全国专业组的全 PK 组的八强，恭喜恭喜恭喜！<笑>对面活血4500美滋滋了，对面大唐来手断剑没有用了。 不料的好吧，好了，魔王孩子也没了，宝宝剩最后2只了，没得弄了，没得弄了。对面李游春喝酒，在武装走金星，对面都是满愤怒，满状态满愤怒。 结束了，好了，恭喜啊，恭喜恭喜恭喜！恭喜
真的是恭喜对面队伍，好吧，进入了这个全民 PK 的八强赛，是切西瓜队伍获胜。狼也不行了，狼也结束，牛逼！